人气选秀节目《中国好声音》至今的导师都相当大咖，历届像是陈奕迅、汪峰、那英、王力宏、周杰伦等人，每每释出导师阵容都让人惊艳。没想到新一季导师人选却引发不少批评声浪，微博在近日流传出 Harry 将担任新一季的导师，这马上引来许多观众的质疑声，纷纷表示认为依他年纪还有出道资历，跟先前的导师们真的差距太大，个人直批有什么资格？但有不少粉丝出面护航，大赞 Harry 的音乐天赋很高，实力也非常好，绝对有资格担任选秀导师。然而，官方至今对于 Harry 究竟是不是导师，也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呢。Bye.